我们开始关卡五的组装。在组装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所有需要用到的零件，准备好钳子。首先，我们将 R1 穿过 J2，稍稍的冒出一点点头。然后，我们用钳子先夹住 J2 的一边，这样子，然后再用钳子夹住另一边。夹紧之后，我们用钳子的虎口这个部分，在 J2 上夹出两道印。这样就不容易脱落了。